时候也是有很多人会很喜欢去设定说，哦，等一下到哪里要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你跟我们这个表演完全没有办法事先设定，因为你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要干嘛。谢谢可丽，谢谢可丽，是可丽鼓励我说，然后我们不要设定，你要勇敢的出来，出来，我们这边一步一步的走出来。或者我这残破的身躯，是心路历程，再次的谢谢可丽。那最近好希望去欣赏他的夜总会，夜总会节目，希望可以站在第一排听他唱歌，婀娜多姿的舞姿还有歌声，好喜欢。那三个主持人，我只喜欢他。演戏就是这样，演戏是这样。你说你要怎么接他？你不要接我的话，就接我的眼神就可以了。我好喜欢你。这孩子太可爱了，真的，他们就是那种氛围，觉得跟你们可能之前在外面听到很多剧组可能会有一些小小小的什么隔阂啦。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收工啊！收工了。我们通常抱是不是还有一点小小的距离？嗯，就这样客气嘛。他一抱住我就把我往他身里压，我整个胸部就是挤压在他的胸口，心里想说，哇，好热情，有点让我有点觉得他好可爱哦。其实我也有相同的遭遇。你也被他抱了吗？他就一见面的时候，我以为我要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就伸手就直接。就直接 touch 我的点点，对，然后我就哦，啊，原来是这样，闷骚，闷骚，